把打光了的灯拍进去的。没事。你看大哥，你看咱这东西缺什么吧？大体上有没有什么丢一些东西？好了，快点放。就是这个哈。别到时候我烤的时候烤少了东西。反光。嗯。快再放一个，我再打。来，行，这次给你来个。特写。嗯，对。好了，不要闹情绪了啊。闹什么玩意儿情绪啊你？这手机不行呢。你不要说他，你得顺着他，多夸他两下。哎呦好，你千万别给我发到我的网上去啊！哈，我的淘宝上发现人家以为，好上博士是这么做出来的。什么东西啊？哦、那麻烦了。我没，我是卖这个杯子的。啊。哎，你不这个给我拿走拍一下。这个要200多。哇塞，这一个杯子200多吗？真这么贵吗？真的。要不要我订单的清单拿出来给你看看？不锈钢上。这个杯子。